Hello， 各位浓浓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冯绍峰。这几天来到了台湾，这是我第二次来台湾，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招待。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希望以后可以有多的机会来台湾再与大家相聚。那我宣传完以后会回内蒙古继续拍摄《狼图腾》，剧组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的尾声了，应该是一月份会拍完。然后可能会休一个假。我个人喜欢兰陵王的英勇善战，而且他爱国爱民，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对感情非常的专一，对，就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吧。